最近朋友的小孩要过生日了，非要让我给他做台车，那我就拿我45码的鞋给他做一台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。小孩子嘛，喜欢玩泥巴，给他安排4条越野胎，让他一次玩个够。一般的宝宝巴士都是25瓦的功率，朋友的宝宝必须我来充。5000瓦双电机超大功率，必须让他赢在起跑线上。好，整个车都做好了，现在我帮朋友的宝宝来试一下，看看性能怎么样，希望他会喜欢。一键开启遛娃模式，家长放心，宝宝开心。走，开给方家主，温州道第一站，走走走走走。往往赚的都是顶嘴 A 般料，他想我的女朋友怎么开都不会够，发动机轰轰飘逸，公安依然那么香，折磨这道赛道我是喷的 kill， 你想要加我的。整个车已经测试好了，非常的安全，现在我要给朋友去送货了，祝他的宝宝有个快乐的童年。